just bought myself a brand new whip today. I just wrote a couple L's like a Cool J. Got a text from your girl, I'm like, who is this? All my niggas carry. 要不要亚洲不见？我觉得这两周听说很多主理人啊，还有些好朋友啊，都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六幺的东西，很好的。你自己给自己准备什么？给自己准备了一样大玩具，就也是我这几个月努力的东西吧。哪里呢？那啊，哇，这样是真的是太酷了，适合我吗？蛮适合的，但是我想不到为什么买银色，你不是喜欢买红色啊、黄色这种吗？毕竟它是一台跑车嘛，本来跑车就有点高调，觉得银色比较有内涵。那你为什么买洛克斯呢？我没想到你会买这个牌子。因为法拉利是渣男开的呀，对吧？主要是觉得这个牌子就比较少众一点，然后跟我人比较符合。这辆车我想拿过来玩玩。你不是有地狱猫吗？我两辆都想开呀，因为你有平衡车啊，你自己耍你的平衡车去啊。拜拜。